好，我们是 Into One。Hello, we are Into One。こんにちは、僕たちは Into One です。それではプロ Into One だ。Hello, we are Into One。其实我们这次办线上的一个首唱会，目的就是为了让全球喜欢我们的 insider 们一起来观看我们的一场演出。因为线下的话，可能有一些可以到现场来看，但是有一部分线上的同学也可以通过这次首唱会看到我们完整的表演。所以这次表演呢，我们也通过非常精心的设计、非常有意思的小环节来展现我们对于你们最真诚的爱。是的，是说睡觉吧。首先我们要先有碰见卷巾卷巾，他买的那个对沙袋，沙袋，对对对对，我买了沙袋，所以有时间的时候我联系卷巾，然后做朋友以及拜小花，对。由于因为我想试一下看书。哈哈哈哈，穿不下了，汉服我也不介意。哦，他又好看的衣服，乌木猴。哦，乌木猴不是超级英雄，他是反派。是是。哎呀，吉博士得了，是是，欢迎乌木猴。但是我就是选乌木猴的又因那一年很优雅，对，很帅，很优雅。有一位吉博士，快点！他是。就是这个乌木猴呢，其实我不是说他什么，我觉得他很优雅，对，他那份优雅我很喜欢。非常优雅的。一下拔高，有点心疼。我想帮远哥说一下，他那天有一天，我们突然看到远哥发了朋友圈，他发了。顽童会明白为什么顽童会感路，因为明日创作之后，那天听了那个周杰伦写那个歌，把我听哭了，就写的非常好。你看到时候看那个歌词，你就明白。那我看不懂怎么办？所以你 don't have to。建议，我觉得啊，我真心觉得就是。大家都有，就是在网络上都有自己的游戏账号嘛，对吧？那游戏里面你设定只能靠你自己，对吧？你别人动不了你的密码，什么账号设定什么的，那你就可以。对，那没有，你可以想象成别人是黑客，但你要想象成就是说，你人生也是一场游戏，设定只能靠你自己，就是。对，设定好就是等你自己去设定所有的一切。就是放上去。确实对。他放下吉他，我又拿起了什么乐器？放下吉他，他这个说的没毛病，但是就是没有良心的把所有事情就放在吉他上，就是放在别的事情上，就会让那个事情特别冷静。但是我也要保持吉他，就是不能就是退步。咱们说现在又有一点凡尔赛，但是我刚过完生日，所以我对这个有点敏感。没关系，下我想一下，对吧？然后是这样的，真的吗？真的可以吗？我不要，我不要。半沙僧，开始最疯狂的应该就是这个了。是，就我前两天我们有个变装，然后拍那个，我就随便选了个衣服，然后就你知道吗？我穿上衣服我也没怎么照镜子，但是就我们跳舞的时候，其他人看到我就一直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视频出来我们再看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你可能我没什么。对呀，对呀，我们很清楚。对。很好，记得很好。哎，我觉得有一个歌词特别浪漫，就是心情害怕没人陪。我觉得这句歌词挺谁唱啊？我。那时候 AK 唱那个 AAA。Team， 僕たちは Team です。ラウンド Team， 没有完的，我们并肩作战。谢谢。关于风格，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尝试了几种风格，我觉得我们最适合的可能是那种比较清爽的青春阳光，对 ，Into One 啊，还有汪昭天 Party 是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比较成功的，就是我们一起闯，但是还是可以多探索，就是对，可以多探索。理论就是的，咱们这个团队刚开始起步，不要太搞那个太成熟的东西，我们要多探索探索。每一刻都值得纪念。对对，每一刻都到，因为每一秒我们一起在，这是很特别。我那个 Into the Fire 是第一首上线的嘛？上那个那一天早上10点钟那一刻蛮激动的，
赶紧把火腿吃下。哇，你居然醒了！那会儿蛮惊的，那天在拍东西，在化妆。对，但很好奇别人就是没听过的人。对。哦，听别人反馈，他们都普遍觉得就是那个练习室很帅，就大家都觉得练习室拍的很帅。就大家就。口罩没毛病，没毛病。眼镜，再问这个回答的墨镜、香水、口罩、帽子、墨镜、口罩，一定要戴好口罩啊！对的，那个变那个变装那个变装那个啊，这个真的很好玩。噼里啪，对，从我去来，对，从那个自己装一样。好，我们可以期待我们一起闯我们的那个，我们大家没看过，对，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零冠，我们的零冠。远方欢迎大家来 VTV 上看我们的首唱会。